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1956年属猴的。你呀、啊？哎、啊。想看什么奖吗？看身体，看婚姻。肠胃不好。对。腰也不好。对。失眠。对。掉头发。对。看见了吗？婚姻不好，因为你对人家再怎么好，到最后人家也会讲你不好。对。你这个人跟人家好的时候掏心掏肺对人家好，什么都做给人家吃，最好的东西给人家吃，最后这个嘴巴呀讲几句话人家就跟你拜拜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所以有时候要学会啊、多说好话，不要跟人家倔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现在婚姻真的不是太好啊。有点危险呢、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要功课怎么做？念解结咒呀。解结咒知道不啦？知道。化解你跟那个人的毛病啊，是你老公不啦？对。你告诉我你老公几几年属什么的啦？1945年属鸡的。你呢？1956年属猴。你看你比他小，但是他比你长得好看呢。你长得不好看。对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当心啊。你老公这个从前年开始啊，一直到去年，这几年里边犯桃花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已经外面有人了。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。啊，你看，掌声明显的比上半场隆重，所以说明很多人都是来看图腾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以不变应万变，天天念经。听得懂吗？你不要去跟他吵，不要跟他闹。我不吵，我就走了。这个比吵还厉害呢。傻得不得了了，走干嘛啦？房子是你的还是他的啦？不是的。不是你的。不是的。是他的，那你走嘛就走了。没办法了。不是他你也待不住啊。对。哦，这个女的也不是太好。他找的这个女的也不讲道理的，跟你差不多，你也不讲道理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你呀、学会克制。你如果能熬个几年的话，说不定他还会来找你的。你这个老公我告诉你啊，脑子有点小问题的。经常突然之间暴躁。对对。突然之间一会儿又对不起啊，我不好啊。对。神经病。对，就是神经病。听懂了吗？听懂。所以有的时候要学会坚强。坚强是什么？一个人也叫坚强。好嘛就好，不好嘛就不好，反正就这样，好好改毛病。你关心你念经，他以后再来找你们，你就可以看情况了呀。对不对啊？可以。不找你们就一个人。对。你手倒很巧的，我看你图腾手很巧，你很会做饭呐、做什么东西的。蛮厉害的。你不要找小的，如果他要是真的不要你了，你还会有缘分的。你这个人不太平，听得懂吗？你这眼睛虽然小，一看就一个。一看一个，我一看就一个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好了。布置功课怎么做？解结咒。每天念49遍。然后大悲咒念3遍。或者7遍。然后心经念要念49遍。你主要是心结打不开。对。你自己妇科很不好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嘛就好了。知道就好了。你要是再这么想不通，你会越来越糟糕，知道吗？保护好自己啊，才能教育别人啊。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你怎么教育你老公啊？对不对啊？对。不要因为他伤了你啊。听得懂吗？懂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命根当中还有的，保护好你的眼睛就可以了，一眯一个，一眯一个。
还问一个亡人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妈妈陈彩莲，彩色的彩啊，莲花的莲，陈彩莲，2017年10月份走的，你妈是吧？对，哇，很好哎，哦，你妈妈到天上去了，是吧？感恩，嗯，她在玉界天呢。哦，感恩菩萨，感恩。她念经的，对对对，啊，她而且修心灵法门的，对对对，啊，嗯，他上去的时候还是比较安详，对对对，菩萨把他带上去的。哦，哦，感恩菩萨，啊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看见吗？嗯。啊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好，感恩。好了。感恩好。坚强一点啊！他很坚强的。嗯。